排队好，我们打几把，要不去打一打什么？去钻石练一下英雄池？这不是等格局，主要是峡谷这边你打一个小时只能，你有时候三个小时只能打三把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打峡谷之间的时间，我打三把王者局，我都可以玩六把钻石、黄金、白金了。钻石、白金、黄金排队很快的，主要是排太久了。打一把就去，好吧，不打两把，打一把就走，打一把就挂号吧。直播就不打峡谷之间了，现在不是我不敢打，是真的。这个什么，拍得太慢。这真的排得太慢了，没有意义，没意思。我每天他妈玩游戏的激情都被这个排队给排没了，我操！玩游戏是需要激情的，排队排这么久，这个。我与死亡同行。我会男枪，我前面 C 的，你们信不信？我前面玩男枪开瑞的，跟格局排这么久，我还是对吧？也会那么一点。现在格局带的哪个啊？这个带的哪个啊？送。把我把节奏给送起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玩男枪打野，就我们就赢了。我把节奏是我送起来的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伤害啊！他妈的，我们这边。可以去练一下，我去练练英雄嘛。我说那没办法，不会可能。白金很低吗？白金奥啊，这个一区白金奥，我操！我加料，我主要是练加料，我练加料。对，我最后还是跟小朋友玩的枷锁。哎，选了，这个不了，那个。是时候重拳出击了。王者1000点，我操！虽然我很少玩家里啊，但是我兑现过的家里啊，
多多少少我都知道怎么别人怎么玩了。我站在世界的个子大，要求高。哎呦，踢了踢了踢了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我操，我是飞过来的小伙子，你知道不？我不想加入。冷如铁石，我日你奶奶，我日你奶奶，砰！我他妈忘了不能 W 闪了，我操！我刚一放 W， 本来我直接闪现 W 了，我操！我放了 W 之后，我突然意识到了，不然我直接一个 W 闪，把我闪现 W， 是不是？是吃我一拳！吃我一拳！帅哥登场！嘣！我操！没人头啊，心态崩了。英雄登场了，我错了。退吧，我们动身吧，一群人等着我呼呼呢。哼，抓死你我！我抓死你！哎，吃不然吃 ADT 一波线，对不起。找死！哎！哇，对不起，我没看到这个人。你对不起。下路等我，下路等我，下路等我。哎，螳螂兄弟，蝼蚁，睡觉，起床，大翻天！哎，你们两个会不会死啊？这样走过去。我被他秀死了，我觉得这个。反正我把他害死了一样，我就抢了个河蟹，但是却我把他害死了一样。
找死啊你！我出个大帽吧，我觉得。老斑马为什么要过来呀、啊、你？你去上路啊刚刚。我出个大帽吧，我觉得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有 TP 啊，别怕！哎嘿，哎嘿，我插死！你想干嘛，小伙子？哎！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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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螳螂不在，螳螂不在，算了算了，没必要没必要。天降正义，爆！棒！棒！棒！哎嘿！哎呀，可惜啊，我死了。那杯子。天降正义，爆棒！哎呀，我操！完了，错字，对不起。走。去大龙，去大龙，兄弟！不好意思，现在是哪一任务？小伙子，你这就有点嚣张了，小伙子。你他妈！我操！完了，他们在打大龙，这把没了。赶紧凯隐要把大龙抢了，这螳螂他妈去哪了？他们瓦浪还没拆了这么多，我有点虚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没闪现呢，我干嘛要怕他？直接冲上去，我打不出加里奥的伤害，我觉得你他妈找死了你。
这里面有人吗？一波了，难受啊！这就是加料，啊，这波一波不了了。别怕别怕，去去去，韩王在。一波了，砰！牛逼！我是不是 C 了？我是包 C 了。虽然 C 的有点那啥啊，但是我是不是带领队友走向了胜利？你们说，好吧？我是不是带领队友走向了胜利？六。